单品我有银色的尖头的高跟鞋，然后还有一个银色的外出包，小小的特别，其实出国好期待。那常会觉得银色的单品好搭配吗？那如果想要搭配你？我觉得很好搭配，因为它很有个性，所以我觉得搭配秘诀应该是说不要太复杂的东西，同色系，比如说全白，然后配个银色的鞋子，或是搭配一个银色的包包都可以。那现场的所有银色搭配，你通常会想买哪一样？为什么？我应该会想要这个手拿包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个性，然后拿起来简单又好看。